赏中华美景，品东方文化。诗文书画集大成，此生单闻墨色香。虫鱼花鸟一生去，百岁春秋换永生。本期品文化，让我们解读近代画家齐白石的传奇人生。齐白石，原名纯之，字卫青，兰亭，后改名黄，字平生，号白石，别号木居士、杏子坞老民、三百石印富翁等，湖南湘潭人，是我国20世纪著名画家和书法篆刻家，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的祖辈世代务农，他的童年在湘潭县的杏子坞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里长大，这个美丽的地方成为了他永远的回忆。但是幼时的生活是困苦的，因为家贫，这位中国的绘画大师幼时只读了一年学，后来做了一个木匠以养家糊口。那么齐白石是如何走向绘画道路的呢？齐白石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家，是一个呢中国现代最伟大的画家。齐白石，他生于1864年1月1号，是湖南湘潭人。齐白石的祖上呢是世辈务农的，是一个农民的家庭，他出生在一个较为清贫的这样的家庭里。幼时呢，随着他的爷爷识了一点字，到了他7岁的时候，进入到他外公的蒙馆里，开始识字读书。可是呢，由于家境比较贫寒，一年都不到的时间，不得已就辍学了。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边，给齐白石培养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读书习惯。他这一生读书不辍，在他小的时候，他不能够进入学馆读书了，可是呢放牛，带着弟弟游玩之余，他都会呢拿着一本书来读，非常的勤奋刻苦。而也就是在蒙馆读书习字的时候，他又萌发了画画的一种愿望和想法，而且据他自己说，一画他就爱上了。以后呢，他这一生就与画有了不解之缘。最早呢，他是撕下他的描红本来画，利用呢一切机会来画。小伙伴们呢都知道齐白石呢能够作画，当然当时他不叫齐白石，他呢叫纯之。就这样的一种劳动的生活、读书的生活，伴随了呢他到15岁。15岁的时候呢，出于生计的考虑，家里呢送他去学木匠。因为呢齐白石小的时候身体呢比较弱，所以家里考虑再三，决定让他学一门手艺。所以这之后呢，他就拜了当时的几个乡里有名的木匠做了学徒。最初呢他是学粗活的，做大器作，后来呢他就呢做精细木工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使得他的绘画的天赋就获得了展现。这种雕花的家具使得齐白石对当时民间的流传的一些形象样式有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熟悉和运用，这为他后来作画呢，应该说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在这之后呢，他后来出徒了不久，他就因为不断的在乡里为人呢画一些形象，画一些呢妇女用的，比如说绣品的花样等等，出了名。打开齐白石的画卷，我们会发现他绘画的那些花鸟鱼虫都是那么生机勃勃，形神兼备，他所题之诗又是那么的恰到好处，所作的诗画可以充分地看出齐白石雄厚的文化基础。我们都知道齐白石只上了一年的学堂，那么他是如何成为诗文兼备、人物、山水、花鸟都很擅长的全能画家的呢？那么以后呢，他呢就又拜了师傅来学画。其中呢，他拜的最有名的师傅，一个是乡里呢善于画人像的，叫萧香该的人，那开始呢跟从他学画像。那在之后呢，慢慢的他有了一定的绘画基础，在乡里呢又有了一点点名气，就被呢当时湘潭地区的很有名的文人收为了徒弟。那这个呢就是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起了重要作用的胡沁园和陈少藩。胡沁园呢在齐白石的绘画以及书法上给予了很多的指点，因为胡沁园本人就是能画工笔的花草，能够呢书法，齐白石呢在这个上边获益良多。而陈少藩在诗文上给予了齐白石很好的指点，这使得齐白石从一个民间的木匠、画匠，渐渐地开始了他眼界开阔的、不断地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很快齐白石呢就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不久呢，他就开始不再做木匠活了，完全呢就以画来养家，以画来谋生。那么这样呢又过了一些年，他应该说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其中对他绘画有影响除了这些老师，很重要的一点呢，他21岁的时候啊，在做木匠活的时候，从一个雇主家里头发现了芥子园画谱。那芥子园画谱应该说是引领他作画入门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盛意茂业，最懂我的心意。Business 亚镇家具。
赏中华美景，品东方文化。诗文书画集大成，此生单闻墨色香。虫鱼花鸟一生去，百岁春秋换永生。本期品文化，让我们解读近代画家齐白石的传奇人生。清人梁少仁曾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思是在强调读书行路对丰富一个人的修养的重要性，而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有无建树的关键。读万卷书一直是齐白石努力的目标，多少年来他孜孜不倦，每日不辍，诗文均形成了清新质朴的风格，但行万里路他却从来没有过。40岁时从未离家的他，却偶然地踏上了远游的道路，而且竟然8年时间里五出五归。这远游之举会为他的绘画之路带来怎样的新契机呢？到了1902年开始，他开始远游了，应朋友之邀开始远游，一直到1909年，8年的时间里他五出五归。那这五出五归对于齐白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他眼界开阔了，心胸更展开了，使得呢，他的接触面更广阔了，于是他的画也就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画的题材也就更宽了。他这五出五归之后，把他一路所见、一路所感画成了52幅，收入了呢他的《界山图卷》。那这是这一个时期他绘画可以说是一个总结。而在这之后，他呢又回到家乡，开始了诗画这样的生活，一直到呢1917年，家乡呢开始呢时局比较的动荡，于是他就应邀呢来到了北京。到1919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定居在北京了。之后虽然他也回过家乡，但他呢主要的时间都在北京，靠卖画为生。在北京这一段时间，他人生中呢又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对于他的绘画，对于他日后的成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就是陈师曾。陈师曾呢在当时的文坛画界是一个名人，可惜的呢后来英年早逝，否则他的绘画成就一定在中国现代的画坛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产生更重要的影响。陈师曾认识了齐白石，他看了齐白石的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为齐白石居住在北京，当时呢，他的画并不为北京的同行以及呢北京的人所接受，人们认为呢他的画有一点鄙俗。那陈师曾呢看了之后，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呢齐白石的画学八大山人，走的是冷意一路，
而没有完全走出自己的风格，所以他建议呢，齐白石要走自己的路。虽然齐白石认为自己的山水画是胸中山水齐天下，山去临摹手艺双的山水画，但仍旧效仿的是石涛八大山人的技法，还不具备自己的艺术风格，并不被世人所认可。在齐白石艺术道路遭遇瓶颈的时期，陈师曾自创风格的建议到底会对齐白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齐白石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他的绘画又形成怎样的艺术风格的呢？也正是由于听了陈师曾这样的中肯的话，齐白石开始了他的十年变法，这就是画史上所说的他的衰年变法。这十年当中，从1920年到1929年，齐白石以惊人的毅力画了10000多幅画，刻了3000多方印。当这十年度过之后，再展现在画坛上的齐白石令人们振奋，风格为之一变，形成了他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种画风。在这之后，就进入到了齐白石创作的一个风产的年代。那在这之后呢，他的画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受到了人们的夸赞，当然也有人还寓于呢对传统文人画的这样的一种追捧和传统人文人画的一种刻旧，对齐白石的画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他的画名，他对生命的那种执着的追求，他对画的热爱，他画中所展现的那样的一种鲜活的生命的感觉，征服了世人，征服了文坛画界，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坛画界，中国的人喜爱他的画，也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肯定。1922年的时候，陈师曾呢就带走了齐白石的画到日本参加展览，当时就获得了夸赞。为此呢，齐白石非常的感激陈师曾，他使他走入了世界。齐白石的画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那么在这一时期变法时期，他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形成了中国现代画史上，甚至我们可以说中国画史上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独一无二的画家。我们说齐白石不仅仅是一个文人画家，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大艺术家。在日本侵华的那一个时期里，齐白石忧愤交加，为了不把画卖于日伪头目，齐白石在门口贴了一张纸条，上书12个大字：“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他就以这样的特殊方式与敌伪做斗争。他还曾经画过螃蟹图来讽刺敌人：“处处草泥香，行道何方好？琐碎见君多，今年见君少。”以此来比喻敌人走投无路，灭亡在即。当和平年代到来的时候，热爱和平的白石老人获得了来自国际上的赞誉。我们说白石老人是个长寿的画家，他自称是97岁，
但事实上却只有93岁，这又是何缘故呢？圣意茂业，最懂我的心意。A Zenith 亚振家具，赏中华美景，品东方文化。诗文书画集大成，此生单闻墨色香。虫鱼花鸟一生去，百岁春秋换永生。本期品文化，让我们解读近代画家齐白石的传奇人生。齐白石呢，是一个很长寿的画家，在他自称的年岁上应该说是97岁，但其实呢他是活了93岁。为什么这么说呢？齐白石呢，他生于1864年，他的这个年龄的计算是按着中国的方式计算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虚岁。那这个虚岁的计算方式呢，本就长出2岁来。到了1937年的时候，那一年呢他75岁，听了算命的人说呢有不利的因素，于是呢他就自称要采取呢瞒天过海之法，虚称2岁。于是从1937年开始，他就称77岁了。所以最终呢，我们看到按照他白石老人自序的这样的一种技法，他活了97岁，是一个长寿的画家。齐白石专长花鸟，笔酣墨饱，力健有风，但画虫则一丝不苟，极为精细。齐白石作画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经常注意花鸟虫鱼的特点，揣摩他们的精神。他曾说，为万虫写照，为百鸟张神，要自己画出自己的面目。那么白石老人的绘画风格是怎样的呢？我们说白石老人的题材广泛，他的作品中最受世人喜爱当属墨虾。那么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画虾的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画作。他的画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他画的那种单纯质朴。他的单纯无论是从构图上还是从他所画的形象上都能够展现出来，单纯简朴，这是他的特点。也许就画一两笔红叶，那么都给我们以一种生命鲜活的感觉。画红叶，画秋蝉，红叶带给我们的是秋天的感觉，鲜艳的颜色带来秋的明亮，秋的爽利。而蝉呢，蝉鸣，即将落去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感觉，又带给我们一种沉思。就是这样简单的形象在里边寄予了白石老人的他对生命的感悟。
一年容易又是秋，就是这样的一种时光流逝的感觉，也是对生命的一种赞颂赞叹的感受。白石老人的话里边最最受大家追捧的，也是呢大家一提就要讲到的，是他画的虾。他画的虾是前无古人的，他很早呢便对虾产生了兴趣。他什么时候画虾呢？在他很早的时候，十几岁，在家乡有一次呢，在水塘，他的脚呢被一只草虾夹住了，于是呢他就对他发生了兴趣。以后的生命当中，他不断地观察虾，不断地画虾，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终于使得他笔下的虾是活着的了，不是我们看到的纸上的虾，而是呢会动的虾，是活着的虾。大约我们可以这样讲，在七十岁之前，他画的虾呢还没有那般的灵动，但到七十岁之后，他的虾无人能敌。白石老人一生，他对生命的那种观察是极其细腻的，他对虾倾注的那一份精力也是呢鲜有人能敌的。他为了观察虾，在他的画案上养了一碗虾，每日呢不断的观察，甚至于呢他还会用笔杆去触碰那些虾，看虾跳跃时候的形象。于是慢慢的，他画的虾就不一样了。白石老人画的精彩的虾，那虾身呢是透明的，就用几笔淡淡的墨画出一种虾身透明的感觉。他画的虾的头和胸的部位呢是坚硬的，而虾身呢是透明的，每一节之间呢似乎还是弯曲的，在虾呢是在动着的。还有我们看他画的虾的须，有的呢是细细的长长的，但是呢又是动着的。还有呢虾长臂前，这长臂前画的也很不一样，他给它画成了三节，最头上的那一节特别的坚硬锋利，于是呢又让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身体柔柔的软软的动物，它的那样的一种锋利，它的那样的一种强势。而他画的虾的腹部的足也不一样，早期的时候呢他是写实的画实足，可是后来呢他慢慢的呢就把它减为六个到八个，虽然不完全真实了，但看起来呢就更灵动了，更简洁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看白石老人的虾画的呢就硬是与别人不一样。虽然每日笔耕不辍，收入颇丰，但齐白石一生勤俭。长江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作有时，这两句格言是他经常教育子女所说的，也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条。那么简朴的生活对于白石老人的画作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敬请收看品文化下期节目，一谈巨匠齐白石的传奇人生。